大家好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评测的是吉普森的蜂鸟 Quilt 絮状枫木版本。和普通的 Standard 相比，这一款的颜色是最为经典的大红色，背侧升级了絮状枫木。絮状枫木是吉普森背侧里面用的最高级的材料了，它的声音清晰，颗粒感非常的强。絮状枫木的外观像水波纹一样非常的漂亮，它的性价比整体也是非常高的。明年四月份吉普森将会迎来一波涨价，现在是入手的好时机。下面让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吧。